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卢俊宏台长。嗯，那师父我想问一下，69年属鸡，然后问他的身体。男的是吧？对。69年属鸡是吧？嗯。哦，他血液出问题了。对啊。嗯。我告诉你，他这个脑子啊，也有问题啊。也是血液问题吗？对。那我告诉你，他整个的血凝度特别高。我现在看他啊，整个血液在转啊转啊，就转到心脏这个地方就转不上去。对，他说常常气喘不上来。就是心脏不行。嗯，就像个胖普一样，不能动。那他有灵性吗？他有。你是他太太啊？嗯。他是你先生啊？对。啊。有些话就不能讲了。你要叫他感情上老实一点的。他。啊，你别看你能够管住他，管不住他的。哎。听得懂吗？懂。只有台长能管住他。你要、啊、你问他想活还是想要女人？你这个要活要命，好好的。那、啊、他现在老实了，有有有有，我告诉你就要改，听得懂吗？有时候人呐、啊、不能接触啊太多太多，之后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啦，血液循环啦。他这个人的毛病是什么你知道吗、啊、爱面子、嗯、死要面子、啊、活受罪啊。对，明白了吗？他还有一个问题、嗯、他呢一个是颈椎脖子这里不好，对，还有一个腰他受过伤的、嗯、我看他的腰有吧。对，他常常觉得肩颈很紧，然后没办法、啊、腰也不好。嗯啊，我告诉你，而且他还有一个毛病，小便前列腺已经有点肥大了、嗯、所以他小便多不干净啊。所以他这个都是因为灵性的问题吗？有可能。我看看啊。哦，你家的风水也有点问题、啊、我家的风水、啊、你们家走进去偏左比较亮，偏右比较暗。偏右就是玄关的地方吗？对对，最近那个灯坏了、嗯、台长厉害吧？玄关那个灯坏了，我又换了。看见吗？他还懂玄关的，台长厉害吗？我说那个地方暗，你看他说灯坏了，大家看见了吗？对，现在你我告诉你，你们家里客厅当中要放盆花、嗯、因为你们记住这个花是生万物的、嗯、因为花看了会让人心开心，会感觉房间里的气场会变化。所以为什么女人有时候不开心的时候你给她献个花她就开心了，对不对啊、嗯、为什么家里要放个花呢？调节气场气氛的。所以在客厅当中放盆花一个礼拜换一次非常非常好啊。很多人一回到家里整个气场就不一样，很多人回到家里就想吵架就不开心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像你们家这个玄关呢，我告诉你不是正的玄关，偏了，你家的玄关不正的。是哦。是哦。你还懂得一点呢。我装潢没多久啊。你这个，你这个，这个家里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家里还是最好不要放玄关了，什么关都不要放啊，好好的放个观世音菩萨拜拜吧。有啊，我有供奉观音。二楼是吧？一楼我的佛台。放在一楼啊？嗯。哦，你还放其他菩萨呢？对。其他的神。嗯。台长，我玄关供奉的也是那个呢，智慧菩萨。你记住我一句话，法门呢都是好的，对，每一个法门都是好的，但是呢，就是像一个医生一样，很多医生都是好的，帮你看病的，对不对啊？但是你选择哪一个最适合你看病的医生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对，你听得懂吗？你不能中西医啊，内科外科什么都看。对，你要选一个最适合你的法门、嗯、好好的拜。好，现在我告诉你，你过去拜的
你觉得好不好，如果好你继续拜，如果你觉得哎呀这个医生看了好像并不是太适合我，那么你可以换。菩萨是不会生气的，是人会生气的，听得懂吗？懂，了解。所以呢我觉得呢你家里的气场呢不是太好，你我觉得你还是要调节一下啊。最主要的问题啊，我告诉你，你进门的地方就要把灯弄亮一点。好，你家里进门的地方就暗。好，而且你的睡房啊，左面进睡房左面啊有块镜子啊，有块镜子啊，这个镜子不能放，照的把你们家的魂魄都照掉。你的先生就是整天记性很不好，你问他记性好不好？他记性不好啊，一直都不好啊，一直都不好啊。好嘞，照的呀，镜子可以把人的魂魄照光，不知道啊？镜子不是个好东西啊，你还算你还学了一点了。那是应该是电视啊。哎，电视啊，电视也叫镜子，也是照样可以照掉。所以我是用一块布把它盖起来。啊，白天要盖起来，看的时候再拉开嘛。好，了解。现在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啊。那请问师父，那个可以请师父帮他看一下图腾的颜色吗？谁呀？我先生。属什么？属鸡。跟他的皮肤差不多，黑鸡，black 鸡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的先生啊，这辈子会认识一两个西人，西人。啊，我告诉你，他的有一世他不是在台湾的。嗯。啊，我看他是在太平洋哪一个岛国的。所以才这么黑吗？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他，我告诉你，你先生特别仗义。他还做过地府的官，所以你去看他去管那些小鬼啊。就是他走出去，小鬼都怕他。就是如果有些小青年呢，他讲讲什么话，大家都很听他的话的。哦。我告诉你，他前世做过一次这个地府的官的。那他那个小房子呢？小房子帮他念吧，他主要问题是腰不好，还有就是前列腺以后会肥大，还有嘛就是要叫他当心他的脑神经，他慢慢会有一次中风。我看看什么，对，我就是担心这个问题。我看看什么时候啊？他现在几岁啊？48。48是吧？他是50岁，要当心小中风。好，你叫他最好现在开始要不要吃那个活的东西了，坚决不能吃活的东西。他现在如果再吃活的东西，他很快就会中风了。你去问他每天早上他的左手会发麻的。对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所以你自己一定要当心了。叫他千万少吃荤的，少吃不能吃活的。一定要叫他念，而且叫他念往生咒。好，好吧。往生咒要念几遍？往生咒每天要念49遍，很短的。往生咒很短的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好吧。好，你叫他要多喝水，他喝水太少，好吧？他一个是记性不好。还有啊，我告诉你，他还有一个毛病呢，他的心不在焉。你跟他讲话，他好像像魂魄不齐一样，容易晃神。哎，容易晃神。你知道他曾经被人家下过一次杠头？应该十几年前。对，13年。对。台长厉害吧？啊，所以你们以后我到台湾来，你们都要来啊，多叫朋友都过来啊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会。那师父他的事业呢？因为他自己做开公司做。知道，他开公司嘛，他身边有一个女的，叫他眼睛少去看人家，也是瘦瘦的，头发很漂亮的，啊。有吗？老实一点啦，搞都搞不清楚，开公司还要眼睛左看右看的，哎，我很客气啊，我说他只是眼睛看。
听得懂吗？啊，所以你回去也不要打他了。他敢看不敢做了。哎，那个就是这个人。我知道。你知道了。我知道。但是你知道吗？看也是犯罪啊。因为你看进去之后，你呀、啊、心里就会动，心动，然后呢，就是人家说就是如如不动嘛，就不动。他心一动，好了，意念出来，产生的意念就有业障。嗯。啊，听得懂了吗？懂。啊，老实一点啦。哦哟，那个女的讲话还蛮嗲的嘞，我看她，哎哟，比你好看很多，真的，哎呀，比她个子还要高一点点呢，哎呀，你们对她好一点了，老实一点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所以她经常跟你说，我很喜欢上班。听得懂吗？有。好啦，你给她多念些姐姐咒吧。他自己念还是我帮他念？你帮他念啊，效果好啊，你一念那个女的就跑了。哦，好。你帮他念呀、啊、姐姐咒化解他们两个人的冤结。哦，了解。啊，他就不盯住他了。好，你这么花时间整天在家里擦呀粉啊，弄得这么亮，人家在那里天天看你什么都不知道的。了解。啊，所以他的事业方面可以，事业我看看啊，他平平的啦，他过去有一段时间特别好，嗯，现在有点下来了，有点生意有点下来、嗯、啊，所以他就先想要转行了。转行是吧？对啊。你叫他先眼睛不要色眯眯的，看看生意能不能上去一点。好，好吧，就少看一下女人、因为女人属阴的嘛、哦、了看了太多了之后呢，生意真的会不好的、我不骗你的、所以你看要上生意好的话，心要正，要老实一点、好吧，你记住台长这句话，天天在家里跟他讲50遍，他保证就听了。好。那再请问一下师父，那个我婆婆她张阿富，工厂张阿姨的阿，富贵的富，那今年往生的张阿富。对，富是什么富啊？富贵的富。今年走的是吧？对。哦，挺好。哎，他还到天界了呢，到欲界天了呢，你们给他超度过的，找庙里超度过的。我们给他放在那个，对，就是因为还没有到一年的时间，找人已经念过经了。嗯，哎，我2个月前有梦见他回来跟我，他是回来跟我讲，好像他要去投胎了。对了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记住，还没走，还在我家吗？没走，他现在在天上了已经。哦，哎，没走，你现在能不能赶快再给他念点小房子，让他不要掉下来？我要这样想。他本来要去投一个男的。嗯。后来你们家里不知道一个谁许了一个愿。嗯。这个愿很大，把他的遗物当中拿出去捐掉了，也不知道去做了放生，也不知道做了什么善事，所以他才没有投胎。你想想有没有？家里把他的遗物啊。他那时候他的轮椅啊，拐杖啊。钱。钱没有，他没有留半毛钱啊。他有没有一个最喜欢他的人啊？就是他最喜欢的人。他最喜欢的人哦。嗯，有一个好像像侄女一样的。侄子吧。哎，侄子啊。对，住隔壁。哎，住隔壁啊。对。哎，我不能讲的，他怎么可能没钱呢？现在知道了吗？可是他们过得很苦哎、欸。美国有一个老太太是捡垃圾的，捡了一辈子垃圾，最后死掉了，查出来有$2,000,000。哦。吃苦，自己吃苦，钱存起来了，这个很正常的。哦，轮椅也是捐给他们呐。你最好不要再去问了，你好好的再帮他念一点经。你居然这样，你就好好帮他念点经，好不好啊？好。这是你妈妈是吧？婆婆。你婆婆是不是啦？对，我老公的妈妈。哎呦，你跟你婆婆关系不好的。对啊。她很讨厌我。哎，很讨厌你。所以她绝对不会给你留一分钱的。对。现在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啊。对。哎呀，好啦。好。好好念经了啊。好，感恩台长。自己知道
你很讨厌的话，你有救了。嗯。如果你到今天还觉得世界上人这么多人都很喜欢我，其实你很讨厌，你就没救了。不会，我不敢这样想。听得懂吗？懂。好吗？好，感恩，感恩台长，谢谢台长。嗯。